比利时著名的班什狂欢节，因为新冠疫情停办两年后，今年终于恢复。100多人穿着传统服饰，头戴鸵鸟羽毛，吸引几万名游客前来同乐。新闻最后一起带你来看，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徐国豪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